堂堂一个东京地头蛇，竟然让三个女的给欺负。你想怎么比？老规矩，比大小，桌上谁开出来的骰子点数多，就算谁赢。行。不过我还要加一个彩头，如果是你赢了，除了合头酒和三首曲子，我们再赔上10贯钱；但如果我赢了，你的手下们就还要替我干活。一言为定。谁先开啊？哎，先说好了啊，同样的点数，先开者为赢。可以。那就别说我欺负你了啊！一个六，两个六，三个六，四个六，五个六，六六六六六六三十六，杨德赢了，杨德赢了，杨德赢了。三个六，四个六，五个六，六个六，还有一个一，37。几出，驷马难追。何四他们随便你使。多谢衙内手下留情，您宽宏大量，应该不会计较这点得失吧？赵娘子客气了。既然贵姐妹有如此才艺，那我就祝你们在东京大放异彩。哼！不可能输！你说谁输了？你眼里什么时候输过呀？你眼里这么有本事啊？一定保佑我，让那三个女的早日滚出东京。